江山忙佛百姓，明黑三江太医跳崖刺江天空无分模样，乃神梦做英雄，枪雄树心随意插脚踏一笔天才过阿神吼，就按走脱嘞。这修炼的下摆神法，运用格散啦。我猜啦，你把神的出山的事情哦，大家就天寿杀下来哦。伊种讲大家要捡钱哦，要捡的钱哦，就一些要问修炼，你阿参的神法了，做你过的戏啊啊。你捡钱哦，又忙得多呢，修炼的身体又忙嘛该好，清洁的工作。有无物个问题？还好买以后啊来打算咯。姑嫂，阿婶个公司根本无那么个抚恤金，还咧赔送出来啊。我医生讲，阿婶安尼算咧过劳死诶。亚种事情，新闻有报告，保全公司本来就要负责的啦。佮伊话按简单咯，佮超过劳的事情，唔讲了就算了。理想讲吼，阿神公司了了经营哦，送到枪里枪里的啦。啊，听讲有一个单位吼，伊吼，我拢买个面的吼，留一个收银的天数，啊，留给只公司啊吼，来整齐个赔偿。我拢买个露天面啊，露天面，哦，是啥？阿妹，上班了。阿婶，你的面色尿啊很惨哦，哈。都唔掉了，公司根本压榨我们，我打算去投诉抗议。你去哪投诉？有用哈？我本公司底底了，老你辞退了。你哦，就尽量请时间睡一下呢。啊，你累一下啦。可是，我怕我撑不下去。要不要让你跟我发啦？啊，你哦，很忧伤啊，阿妹觉得你辛苦，嗯。你要请慢念啊，天爸妹，来了准备。哦，好，你来坐啦。来，试茶啦。天爸妹，唔使客气啦，
那不是看过你哈？个片是跟你，那么注意到你又来，我还看到个电影部上边有你的名哎，眼上滴个。老天那个何先生给讲，你应该是阿婶的同事，哈、哦。你会有喊老吴看呢？哎，嘟嘟张下班了，想讲啊，过来看看啊，天邦妹有还好吗？嗯，安子说啊，那有可能会好呢。我是说，我想起阿婶讲过的话，你讲的都唔掉嘞，那很给我原谅。一想到要，我就真的想要去死。阿妹，莫爱妄想啦，阿婶哦，根本管唔啦，我好补充呢。老天门的何先生，有去请你吗？今天我隔壁林莎小姐姐啊，佮讲叫苏雪阿婶找过落的证据，你有将弟弟的事情老佮讲吗？阿妹，阿张雄过来问你，你阿老天门都带新的歌吗？佮故事啊，妈讲咩不准你讲。那么少，那些讲的话，就无投入何事，然后在楼梯面呢，根本无替阿婶做马家。我们唔得的，一个楼梯面做到妈的长途。不过一个何先生，佮正经都有心呢，佮正经想要听书啊。你点么？你公司送不给你，都也好、哦。根本就没来我卡，连一通电话就没。一个人就安尼没脱嘞，佮条娘的做得还没钱哦。他越想越气啊！我爱个唔系钱，我爱个系公托。廖先生，系个你爹爹妈的事情，请您听我讲出来，好吗？就算是替阿婶讲话呀，阿婶是讲有地，几天我会感谢你的。请问你找哪位呢？我是来面试的。请问贵姓大名？我姓肖，肖立翔。好，我看一下。哎，小林，我今天出去有人找我吗？没有哎。黄总，肖立翔，这位先生他是来面试的。天哪！哦，哎，时间嘟嘟哈，来，你边。事务所还有阿叔的名电机的，潘公司所在影深吼，公司都蛮忙吼，生意是动乱。因漳州就你阿讲啦哈，因个助理小杨，哎呀，你是在咩样腔哦？我太好三眼神又好，出个通俗暗叫嘞。我想到，我演得出来。我阵头摆公公好，又发条，又高又懂有命，我对英雄懂沉。我系有命，还看谁记得还吊杀薛老，性命还大起是嘛？你薛老啊，上课的时间乱用发条，还徛树立太阳面前讲伊讲唔错嘞，伊就不欠，我妈不然好看嘛。哎，发令人讲诶嘛个，实事求是。公平的稀土运通家的精神是吗？他是说检察官退休还做不到，实在懂什么呢？今年不出的过后今年退休的
你听人讲啊，退休咩好啊？留你好教咱教人，五人自体。好啦，咱现在搁来打嘴鼓。有咩充电？应该让面试上操啊。不过之前啊，你念佛出了蛮问题，大家都在讲。无想要唐太雅讲，乃想要唐，这个人来讲。那考试做唔错诶，不过唔要硬逼法律专业，迄唔要尝试适应。你讲诶，李松言错嘛？唔要为定哦，真来台湾啊！一般人头皮堵到起，唔免滴啊，伊着用白嘴啊，就屁个都去死咪。不过受你伤啊，俺实在当太唔受呢，连基本开眼能力都没，俺用相信迄有实力，还搁抢来上班咯。没看到了，俺也好奇咩啊，迄做在当会看大病的人，唔免挨你挑钱做个时间。唔，你许要帮俺强诶，好错，相信俺，俺没几种人，俺凭乜个相信喏？好错，唔出个读书证来，还用俺说个名考验，听说隐蔽金融是多好个事情，太假主题，内容大部分形象对衰老好伤诶，没给了病房上某部分病药，没唔是出个读书。真来，想要讲嘛？那么用挑拨的事情来看好做，相对的，那么羽毛好做，用人比赛，我一只机会。用人比赛啊！我在本地创业出书，了就听说有某个 TP 的彩票，你给比做行情，天公爷准时上班，晓得吗？什么叫？廖俊斌应该快来交班了吧？如果今天还是没有办法说服，要不要想想看别的办法？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吧？职业病科的过劳职灾诊断证明算已经拿到手了。可是工时证明却只有阿青哥在集美社区值班六个月内的签单，看起来就是每天值班十二个小时，也超过了基本工时。可是因为八十四之一条款关系，我们个人就拿他没办法。现在我只能把所有希望都放在廖俊斌身上了。廖警察，阿华呢？私报忙啊，你要带好些给同哦。廖先生，给他拿去撕了。走了。廖先生，就算你想要拒绝，你也不可以使用暴力。奶奶，房子掉了，太衰啦，俺没调试诶。唔怕啦，嘿俺唔好，俺较歹势。你着怎毛病来算咯？真给你清牌噻！尹斌癌症给你吃到阿三哥冻鼻窟，前六年我提一百六甲监督，要放点时间剃土，最后还用东东理由说，我知道给听做东乡去理行，一想到给两岁跟叶梦珠做唔到。
很长的时间又做得很辛苦，也去为店母子。明天正经，请我上去替阿成哥争取十公托。本身你阿姨下班生意是这样，就想让你听听。刁文生，对不起，我刚太冲动了。我知道你不想作证，是因为你害怕失去这个工作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做这份工作，你究竟是要谋生，还是要找死？廖医生，如果你还有一丝丝想要改变的心情，事情或许就会不一样了。请你理解，你这么做不是在帮我们，你是在帮你自己。因为上班时间当长，无聊的时间，我要拿神看电视来拖时间。那里啊，体育看旅游节目，因为那里根本无时间，也无机会出国。伊特别人来讲，伊创造前爱吐咸的嘴。唔多小木嘛，唔多竹木，阿无人阿弟，全部人唔多讲。阿神都压做了很多年了。我还跳一拜了呀，阿姨，你是警长，我要重复一证据。听错，我很记得华成哥一只交代。等吗？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走吧。你们不是已经拿到劳保局的职灾给付了吗？为什么今天还要来找麻烦呢？既然已经知道邓家拿到职灾给付，那就代表劳保局已经认定邓成清的死因是过劳死。难道你们觉得公司不用负责吗？劳保局的认定是一回事，我们公司怎么认定又是另一回事。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，邓财新在过世前六个月，光是看出缺勤记录表的工时统计出来的数字就高达288个小时。关于这个，我们有和邓财新签订公司同意书。保全业在劳基法84(1)(条)适用范围之内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和员工约定好工时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提到劳基法84(1)(条)，但是我们也找到一些证据，可以证明邓财新的工时不只是如此。这一些是邓财新过世前三个月所有的发票影本。从这些发票我们可以发现，邓财新除了在景美固定值班之外，还不定时到士林、土城、新庄代班，总共有16次。如果把这些代班的时数再加上固定值班的时数，就代表邓财新他在三个月总共有16天连续值班超过30个小时。这一点我们已经经过郑台新的同事证实了。另外，这位匿名同事还具体佐证，只要是两人轮班的班次，其中一个人想休假，另外一个人就必须得连续值班超过36个小时。也因为这样，邓台新他就更没有休假了。还有在8月份的时候，你们因为人员离职调不过班来，让邓财新一个人连续值班超过20多天，这些还只是我们查到的证据，没查到的不知道还有多少。就算这些都是事实啦，那也是邓财新本人同意的啦。而且老实说了，保全人的工作也并不是那么的繁重啊。
没有事的时候还是可以找时间休息啊。你们凭什么说邓财先的过世就跟我们公司的轮配调度有关呢？说不定他自己本身的生活习惯不好，身体本来就有毛病，那现在出了事，你们总不可能全部就赖给公司吧？所有的证据资料都摆在眼前了，你们还可以睁眼说瞎话？虽然保全劳动密度低，值班可以找机会休息，可是只要值班了就等同于上班，没有休假的话劳工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休息。你们都是上班的人，应该可以认同吧？说真的，如果你们肯花一点心思去看一下，去关心一下，就会发现邓财兴在生前为了配合公司的制度已经做到了极致，那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该过我的生活了。邓妈妈也因为这样失去了儿子，你们难道就真的这样无动于衷吗？今天邓妈妈也在这里，以南孚保全贵公司的规模，我们要的不是什么你们做不到的事情，我们只是希望你们可以给邓妈妈合理的精神抚慰金及赔偿，还有把邓财兴额外值班的加班费全部归还给他。这些我们公司都办不到，你们一直强调是公司造成邓财兴过劳死，我们员工全台湾有好几千人啊，如果真的是我们公司制度有问题的话，那为什么只有邓财兴会这样呢？要是开了这个先例，往后哪个员工要是生病或是意外身故都来找公司索赔的话，那我们公司还要经营下去吗？可是各位长官，你们有孩子吗？如果你们的孩子脸色发黑，然后跟你们说他没有办法，他还是得要去上班，你们会有什么感受？如果不是劳提盟的帮忙，我真的不知道阿星上的是这种班。他就是在值班的时候倒下来的，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。36个小时，哎，你们怎么忍心？动不动就一哭二闹三上吊的，这样子我们根本没办法谈下去。你们所提出来的要求，我们公司绝对不能答应。要是再讲下去的话，也只是各说各话。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以后我们法院上再说吧。哎，保全太恶劣了嘛！你们今天协商应该要带我一起去才对啊！我一定把他们骂到灰头土脸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被骗戏，最痛恨这种资方了啦。其实啊，南孚的反应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内。从以前到现在，我们几乎很少遇到态度诚恳、主动认错的资方。要是有这样的资方啊，也不会让他们的员工做到过劳死。那所以现在我们只能上法院走诉讼了吗？打官司对邓妈妈非常不利，因为案子要诉讼多久不知道，就算我们打赢官司啊，对方还是可以再上诉，这样一来啊，一个案子3-5年也不会有结果。更何况如果按照劳基法84(1)走的话，法官也不一定会给我们有利的解释。那这个劳基法84(1)也太有问题了吧？根据我过去的经验，公司越大就越怕舆论的压力。南孚、北中南都有分公司，接下来
我们继续跟他协商。万一情况焦灼的话，在必要的时候，只能使出非常手段。什么非常手段？冯先生，冯太太，出门有喊人了。总总灿灿怎么个？哎呦，安你都无在看电视哦。然后新闻台都在报罗国栋立委哦，聊个秀妍的机诈飞呢。啊，真的哦？对啊。快看！这个案子啊，从一开始啊，就是一出政策杀人的悲剧。结果最后啊，因为蓝福保全啊，对员工邓先生的申诉啊置之不理，造成了、邓先生啊最终因过劳、脑溢血而过世。我们强烈谴责啊，劳政相关单位啊，及蓝福保全啊，罔顾人命，并建议啊相关单位啊负起责任。蓝福保全应妥善处理后续赔偿事宜。阿贤的事情。两百块点点，永远推给他的家费啊！那是唐李长讲吼，个保全公司个态度啊，当硬啦！啊，个楼梯门吼，怎么抢个立委吼，聊个秀英讲法啦！楼梯门，嘿啊，就楼梯门啊！啊，注意啊啦，要到最楼梯门的头家啦！一个没有办法享受生命的年轻人，临死前，真紧急哦！他是不是还垂死的挣扎，怀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希望有人能够听到他的呼救。如果不是我们僵化的官僚制度、法规，还有恶劣的资方，这个年轻人的生命会白白的断送吗？这个家庭会顿时少了支柱。有谁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在我身旁的这位母亲会在这里心碎？谁能够回答我，为什么到最后只留下这张死亡证明书？谁能够还给台湾千千万万个过劳的保全员一个公道？今天多謝你啊！這哪有什麼啦？像當初我們在做工運的時候，你不少跟我鬥三工，今天你一句話我一定聽到底。若不是真的沒辦法，我也不敢麻煩你，算我欠你一次。我們兄弟說這要做什麼？找機會帶小孩跟小孩出來，我請你吃飯。別來說，我請你吃飯。來，順便我送。走林太，我们开这场记者会真的有效吗？你为什么这么问？刚才看秀英阿姨哭得好惨哦，每提到阿兴哥一次他就痛一次，我觉得真的太残忍了。为什么那些老板要这样对待员工呢？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是我和英泰，请问你是哪里啊？南孚夏经理。好，好，我会再跟你约时间。好，谢谢。怎么样，南孚说什么？他们四出善意，我们成功了。好了，我们终于帮阿兴哥争取一个公道了，太好了！
这条喜欢跟上次那条喜欢给你，没有关系。这一次和上次意义不一样了。阿三哥，眼都睁睁，老你头一直拱头。 看电视，将饭店楼梯面真给唔买菜，真是有滴个通营做事呢。是啊，佮之前哦，医生这个楼梯面做事哦，真哩错个啦，俺唔用啥哦，反应够突个啦。望着一下医生已经辞职嘞，唔好多见面条前佮讲一下的哦，希望机会赶去个。错啦，佮这个时候，佮医生去面试，去哪位面试，有人讲无？ 唔冇根本，冇本期压力，我挨住唔敢问。你想想，佮本期个条路咪好亮个，挨咩唔敢问？好啦，慢慢啦，可以听听个情，啊好唔好？王大哥，哎大哥，小英，哎，那条早晨有看到新闻呢，啊，新闻啊？哎呀，佮你阿晴一样个，佮阿晴个公司一样个讲，佮条个态度哦，本来都硬啦。 不过，刚下楼梯门的何先生大天发雷讲，我全公司哦很退一步嘞。阿姨咯，按同好啊，个楼梯门哦，真的咱退休多哦吼。系啊，唔系医生小姐哦，阿妹唔会点点买楼梯门。原来系阿医生小姐哦。系啊，要不个哦，医生留楼梯门的何先生，遇到阿生的事情。 在我的动作给提防吼，记者飞哦，我得有几组牌，希望哦，真紧不磨干磨湿哦。哎，阿医生哦，忙啥来啦？哎呀，啊，我们第一期好是买啦，我就带着你哥哥来。哎，好，莫安啦，你啦，你哥，你去查刘先生啦。哎呀，也是俺一些些心意啊。 你对我就说下来啦，哈。好啦，莫什么啦，哈，什么什么什么。莫系讲，你对我医生搞到动好啊，也拜哦，去正经天数动动呢。那今年那今朝的相，还应该老身体条路过好。还讲你做得了，我听错，那你做得天数骗人啊，就像老天那安尼。 阿生，应该会同欢喜。当好啦，上一回当好，唔好好照顾自家哦。安排有马事了，尽量来请来滴，好唔好？好啦，安尼，安排起来哦。哦，孙行，孙行。啊，安子生。哦，孙行，孙行，孙行啊。要执房医生。 都要他喊少去楼梯门听书，安尼讲起来，其他不会做无去寻新的条路哦。你莫讲起啦，其他做善事尔。想要伫楼梯门做善事，家己一家的条路安怎解释？就记得他无想去寻条路，就表示伊爱上去楼梯门啦，安就无反对啊，不依啊，好无？ 哎，给酒店小弟，不管用天然气啊煤气，对安尼的环境啊，那就不是什么啊，安尼没了。
而且安尼医生讲，做农的吃饭，而且田的反正讲，会造成酸雨。这么干啊？你还没来做嘛个？你家婆都在地去做嘛个啊？哎，你个莫喊青条路啊？青条路？这不是个骗呢，爸妈住地的，小英阿姨根本来过。根本要示范一份油辣乖，阿爸爸没准功法。我看，等一下你出地死。转来了。医生做哪来呀？没有有事情都来告吗？医生，过来，过来。王医生，你有乜计划爱先老外头讲吗？冇啊。好啦，俺叫考试，有去楼梯面听说阿成哥嘅事情，不过俺真叫去前条路啊。像海盲犬都去搞中医耶！你想讲的几十条路嘞？这样是，我的毛汗天数阿先哥找过来的证据啊，无所求么？爸妈，我的阿毛应该偷偷跳跳去楼梯面做事，你都莫看了好么啦？俺老娘们一开始感觉怪怪的啊，俺爸都用老娘老太家学倒来，去出去寻条路的呢啊，俺无见他样辞职，没想到俺那表唔落。俺是真紧请假一份条路，不过俺上堂哎，你讲唔着按坚持，俺顶好用用来做，你讲。我要做楼梯面，我没意见啦。妈，你讲真紧的哦？是无嘞？我讲你用的反对，你又要条条做去天数，还没薪水好凉嘞。我老爷们哦，下周就去参详过嘞。你也惨的吼，个阿婶的事情。楼梯面有天数多，佮你怎么讲啊？楼梯面哦，是挡好一条路。古时候我老爷们哦，就尊重你，不用专业。爸妈，俺子说，子说未太啦。就算俺爹答应，每晚看楼梯面个条件还爱抢。这样时，俺去甲办公室，老发讲都安尼。不是小啦，拿电话去大电发本身呀，我想应该没问题。很好啦，亚天师总算结结来 ，yes。真劲，我刚刚动手把马尾来结出去呢。韩哥，我东江会糖都爱团结，关爱要中方诶，我做准备好爱退休钱咧，乱讲乜嘅啊？不过。你就去楼梯面啊，抗议现场免费游啦，跟你弟吼，我生意就保护这个好。你阿爸讲到重点的，我见过你哦，唔去抗议，去讲畜生，我为念是很唔辞职，很白就唔摸顶外面条钱，佮讲到楼梯面也三只事，弟冇，弟，唔对，唔是笑，你要听错，我也不是笑诶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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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唔穿得会阿扮走呀？也有乜个好出镜的啊？外底都牙骨卡按旧的。唔好讲，我穿到跳舞装扮出去啊！我穿到跳舞的啦。有样冇？你用爱跳舞啊？之前俺们这个做网络直播，过呀，是有一间经纪公司想到俺。不过你先听俺讲啦，这间经纪公司俺查过诶，无乜个不良记录，动真拍。你可听？俺可听。韩国啊，俺要办一些托房啊，去金钱百货公司同事小齐说，加个文凭的有钱，主要还是个月，佮自家用不来单诶。不注意你们以后，充电器会出这个经纪公司付款，你讲那么动真吗？跟这家经纪公司抢来做嘛个呀？做嘛的？总演呐，那么嘞？做保全哦？没啦，我爱吃的，我爱生意的。啊，那款签约，客户哪本爱，我拿一本你上过看一下。讲到你上个，你都在哪一时装个小个小理想本来是死啊？错哦，来当面讲人家天师。哎呀，不过俺眼睛真的都无限呐。中秋利用一百板斧来试试一下好诶。哈？打电话手机，天公来天数板斧。不过俺唔知伊按旧有限无，来啦。王医生，拜托啦！好啦好啦好啦，明仔门口拿哦。你死就算够看无限，咩料啊？天才人会约到？天数板斧哪会料啊？根本就是做唔事前的苦事。韩哥，你做嘛个暗凶老李想个囤落肚啊？暗言道的魔，爱出自家拿来用啊！松柏像块胸片，也刺痛我老弟动电堆。我看我哦，嫌弃看莫去买个经纪公司，咩莫个咩买个直播好嘞。啊，错诶错诶，你听错诶小哥哦，我是 model。啊，顺手帮你看我诶直播，我也好有众多粉丝呢，你做莫看过哦，也全部唔看，冇爱看呐，我看播你就看到难诶。做嘛要看那个直播啊？妈个啊！一个老阿婆也懂这个直播呢。哪样？去松柏啊！外面人讲有个老阿婆去庙路放直播，无大无大，恶白白个事情。结果嘞，就几下万粉丝呢。哪有啊？俺老公讲翻做莫这个糖呢？你看，前半夜。我同泰家介绍起用菜，一样呢就按咯黄金豆腐。那种老阿婆，当你吃饱无当无多的事情，唔免讲到老人发体，就去假孙的。又来，你看你看，又吃饱假孙的做菜的。又不会记啊？冇啥。记住那个人家人讲过，你使用前人家经常给他合影台啊，太记哦，几块起来就侵犯穷下。老阿婆打败做这个直播空，改改滚，讲假孙的莫羡慕的朋友，老网友老一小个，烦都烦死的。你讲，要种直播，还咪亲欧巴？你枪啊你！神采暗红，什么暗讲？我个粉丝人数还数几耶？要加你，你娘哎，还没有偏啊？真给你偏！现在最流行的直播，我当当网友呢嘛，哎，也系我最缘投的孙呢，太家看啦，看啦，好啦，休息一下啦，我太家认识一下嘞。
同太家报告一件事情。我老公，我孙哦，金不安不哦，讲同家同事恐吓去吃饭哇，嗨，佮从来唔是高个嘞。哦，老公哦，唔是迄细来个，迄细妹哦，该是上好，亲好就迄细妹啦。佮只细妹哦，个师傅太屌个，佮袂强我。他的个性比较迷糊脱线，经常丢三落四，忘东忘西的，还容易大惊小怪、情绪化。最近啊，还迷上什么网购，搞得家里整天包裹收个不停。现在却又迷上什么网络直播。总之，他就是很让我伤脑筋了。怎么会啊？听起来你奶奶很有趣哎。林太跟阿婆。真见同的唔像呢，喂，你十八番做空多见杜航做马街呢？阿婆，我跟你讲过很多次了。进我房间前要先敲门，这是基本的尊重跟礼貌。还有，拜托你不要再玩直播了。哟，说话的艺术。哟，哦，还有，亚妹嘿，刚才的协商破局，你要负起责任哎。为什么？你说话也太不客气了吧！我们是第一次去协商，哎，态度不是应该要和缓一点吗？你这样劈头就说人家老板会害员工过劳死，谁会开心啊？没想到俺妈竟唔晓讲法，就变到心肝肚。方医生，你该做嘛个呀？我看你头看起，总像变态耶！根据法律规定，不论对错，雇主都要负起责任。老总很满意，这类人也讲得有诶无诶，都是你会介入唔得啊！你真劲，对起无 feel 吼！我老记吼，迄完全两个世界嘅人。这叫做一见钟情，一谈恋爱，有点暗地的影响吗？为什么我没有心动的感觉？为什么我变了？早晨天我飞你跳啦，根本应爱去来为做事，按做 everybody， 爱开用小面哦。俩下马路红，茶安多，有银行动家，有银幕风向，安多故事随时。